都不救人啊！第一主意。感觉是一个怎么样生长环境的？完了他妈多少滴血啊！书很长吗？我看过，但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了什么特别著名的书，什么《三体》啊什么的，我就去看了，我想看一下，这么受大家推崇的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。完了，我被炸倒了，我后悔了，完了我被炸倒了，兄弟，赶紧骑车跑，别在这抽他兄弟，我拉枪械，你直接拉这，你架着他兄弟，你就在这，你在这，我拉另外一边抽他，他跑了，来来追追追，来我这。好多人先撤了，兄弟。操，被另外一队抽了，爹！你要吃多了抽我，然后就帮你。好点，好点。玩鸡巴呢？你要的全都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我操！三五分雨，你他妈！我操，笑死我了！跟鸡巴毛的。啊！我给你再盾。打完我们回来打 B， 我感觉还可以。啊！
主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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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赚主播！晚一了，一队赢了吗？主播，我丢烟好了，我有烟的，太屌了，太屌了，我忘记看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直播，他们现在都看不了。 过来给我补枪，有一个，来着。都不救人啊，救人是吧？ 有一个鱼塘局这一局。 第一把演他们，这名字有点符合他啊。
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个鬼啊，今天，他妈的找死了这个。哦，对不起。你有点菜呀、啊，王飞。我直接给了呀，我还挣1000块钱。哦，有恐怖。别抓币，铁子！这队怎么那么狠？这位三个，还有个独狼。你他妈就一个了，就一个。包掉了，包掉了啊，包点你必包10点，拉出来了，哦，这队友好菜啊，你别打我弟，我这要不好混了，能不能别打我啊，要不要吃鸡啊你，好他妈猛啊！你老说瓦特了，兄弟。那人拉到这里来了，我靠，那三个人有一个人拉到这里来了，还是这是那三个人其中一个，那三个人其中一个在掐雷了，上投掷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炸鱼塘。